全世界，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等我去冒险。马术、育儿、翻泥星球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要开始了，今年的比赛场地就选在了广州融创体育世界。运动会共有五个项目，赢得三个项目即可获得神秘大奖。神秘大奖？神秘大奖不会就是翻泥能量币吧？翻泥能量币是肯定有的啦，育儿说好了，今天我绝对不会让你的。我才不让你呢，我们走着瞧。走着瞧，走。翻泥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嘿，那个上面很好玩的样子，来喽！哇，酷！哇！那你们快点儿！来啦！哦！哈哈！哇塞！百步穿杨，进去看看。卡，百步穿杨，本轮比赛共三场，累计得分更高者比赛获胜。哦，月儿，我可是翻泥家族的后裔，我一定会赢你的。你也就能射射太阳，但是我不一样啊，射靶子嘛。哼，可不要小看我。那比比看，来，比就比喽。现在我手里有两个锦囊，里面有隐藏福利，你们选吧。我要大的。那我要小的好了。恭喜你哦！啊，大锦囊就是小靶纸。大锦囊小靶纸，那个小的是我的吗？所以我的就是正常 size 的。耶、yeah, ！今天又是幸运的一天。这个后羿来了都难射啊！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后羿的厉害。Round one、哎。一、差一点耶！他竟然没有在靶上。我要用我的幸运色红色，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吧！努力拼搏，加油，冲啊冲啊！哇，说到我这边来了，犯规啊！什么规啊？你这在国际比赛上就要被淘汰了。第一轮马术零分，育儿零分。小声点吧。你是不会用吗？我教你吧。Round。又射出去，我是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远，找不到我的箭了。来吧，瞄准，哇 ，yes， 哇，这都行。不是吧？几分？几分？哇 ！Round three。这图纸真的太小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后羿，靠边，该我了。靠边。好。我一个问题才可以解锁下一个任务哦。又有问题、啊？又有问题，来吧。我国的冬奥会是在哪一年举行呢？2022年的2月份举行。对，那么是在我们中国北京，还有张家口。好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我们真厉害。要到下一个地点，虚拟乒乓球，赶快去吧。虚拟乒乓球是吗？虚拟乒乓球。OK OK， 走。乒乓球到底在哪儿呀？在这。哇，任务卡。来来来。我们来看看任务是什么。虚拟乒乓球，轮流进行3分钟乒乓球赛，分数最高者获胜。
3分钟接球。小 case， 你知道我乒乓球就哈哈啪。我也不赖，要啪啪啪啪啪。这次还是有两个锦囊，里面有隐藏福利，你们选吧。月儿，刚刚我选了大了，这次我把大的让给你，我要小的。好啊好啊，来啊。来，马叔，这是你的隐藏福利哦。乒乓球拿这个打呢，那月儿呢？正常的吗？是的。我就说我今天是幸运日。什么？这不是炒菜的吗？拿这个来挑战乒乓球，哎，可以 ，yes， 结束了，32分，来了，一二，89分，耶，哦，好累哦，累啊，我得好伤心啊，拿这个来打乒乓球，但是我赢了。太搞笑了，太搞笑了！呀呼！据说我的惩罚在4楼，那我现在上去看一下是什么，要爬这么高。朋友们，第一次接受惩罚要穿成这个样子，到底是什么？还要系安全带，保持这个姿势，不要抬头。好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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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高呀！射箭没射好，把自己当箭了。下面是个靶子，朋友们，呀，不要，不要放！马叔，好好跳！呀，呀。我要跳了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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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的一下，哇！哇！我还有血色吗？哇！哎，你看。卡丁车的轨道吗？卡丁车，对。朋友们，刚刚的惩罚真的是太刺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不要再输给月儿了。我觉得你会一直输，哎，卡丁车就让你拭目以待喽。Yes， 先来热身一下，啊！任务完成。